往今来，迁客骚人为洞庭湖壮丽的景观书写了浩如烟海的千古绝唱，岳阳楼上更是提满了文人的诗词歌赋，连范仲淹也说了：“前人之述，备矣。”对，面对前人熠熠生辉的文字，他没有像李白登临黄鹤楼那样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，而是另辟蹊径，用神来之笔，使岳阳楼记一纸文章天下传，成为岳阳楼的灵魂。那么这篇课文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？让我们再一次走进课文，去寻找答案吧。好，先请同学们声情并茂地朗读课文，看看文章主要写了哪两类人，他们各有何特点。对，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，语速要缓慢一点，把感情投入进去，读出那种淡淡忧和浩然气。准备好没有？《岳阳楼记》范仲淹，一二。岳阳楼记，范仲淹。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，岳灵岩，镇翁人和，百废俱兴，乃重修岳阳楼，尊其旧制，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，著于作文以记之，于官府八里胜状，在洞庭一湖，衔岳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，壮威西英，气象万千，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。前人之述备矣，然则北风无瑕，南极潇湘，仙客骚人多会于此，览物之情得无异乎？若夫投入哈、那么我们看看这篇文章主要写了哪两类人？有没有发现？好，那位男同学，迁客骚人和俗人，写了哪两类啊？一个是迁客骚人和俗人。一类是古人人。看一下写迁客骚人的是哪几段？二三四。那么写文中写迁客骚人怎么样？
天下。以物洗衣几杯，哎，就发现了是吧？那么文中具体是怎么样写的？看第三段写的是千客骚人怎么样？感激而悲，满目骚然感激而悲。他们为什么悲？因为愁肠胃疾。他们是因何而悲啊？是看到什么呀？看到看到阴天之景。对，看到阴天是吧？看到这种阴暗的天气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感到悲伤，忧肠畏饥。然后第四段，晴天哦，看到晴天的景色，就怎么样？喜洋洋者矣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可以用套用文章的文中的哪句话来概括千客骚人的特点？朗读者喜得无益。其实刚才同学们都已经说出来了，怎么样？他们是怎么样？他们的悲和喜是怎么样？对。他们是以物喜，以己悲，也就是他们的悲喜怎么样？啊，是根据外物的好坏和自己的得失，是不是啊？而或喜或悲。嗯，好，请坐下。你是如何看待以物喜和以己悲的呢？你怎么看待这种以物喜以己悲？好，那个男同学，我觉得在那种天灾人祸的面前，就比如说汶川和雅安地震，可以暂时的以己悲，就是发泄一下那种悲伤的情绪吧。但是我觉得一阵子过后，发泄完的那种情绪就要重新振作起来。哦，就是说你觉得可以以己悲，是不是？但是这种悲伤只能是对，只能是暂时的，不能怎么样，不能长久。悲伤过后要振作起来，积极向上，积极乐观的去面对生活，是吧？对，嗯，就比如说我们不久经历过的那个什么，对，庐山雅安地震，有这么多人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是不是？他们肯定内心怎么样？会悲伤，但是悲伤过后要怎么样？振作起来，嗯，重建家园是吧？对，嗯，还有吗？好，还是那位男同学。可以以物喜。哦，你觉得可以以物喜？嗯。但不能过头，那样会可能会乐极生悲。就是说，以物喜。得要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度是吧？啊，不能乐极生悲，不能过度了是吧？嗯，很好。比如说，老师刚才表扬了这位同学，回答问题很积极，他当然怎么样？很高兴是吧？嗯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好，请你来回答。我觉得以物喜以己悲是人之常情，然后就是我们人容易被那些外界的因素给影响，就所谓那个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哦，我们俗语说的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是不是啊？就说的人容易被外界环境所影响，是吧？所以你觉得以物喜以己悲是一种人之常情？嗯，非常好。古人仁和千客骚人他们有什么不同呢？一个是古人仁他们是怎么样的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那么他们何时喜何时悲呢？先天下之忧，后天下之乐。哦，他们是先天下之忧而忧。后天下
两类人对比，作者啊更欣赏的是哪一类人？古人人。显而易见是古人人，是不是？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先写迁客骚人呢？对面对对比啊。对比。你说迁客骚人和古人人怎么样？形成对比。形成对比，来反衬出这个，是不是？对比衬托，非常好。感悟而动，因物悲喜，是人之常情，但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范仲淹借古人人之口提出的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讲的就是不为外物所动。无论是遭遇自然界的风雨阴晴，还是经历社会环境的顺畅险阻，我们都要坚守自己内心的信念，是不是啊？坚守自己内心的原则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好，那么你觉得范仲淹属于哪一类人？古人人。为什么？因为，为什么范仲淹是属于古人人？得有证据啊。同学们能不能找到文中有一句话？微斯人无水与归。哦，微斯人无水与归，是不是？意思是什么？没有这样的人。我同谁一道？没有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指的是什么？古人人。古人人。那么，让我们进一步走进范仲淹，去了解他的生平事迹。看看，范仲淹字希文，他是北宋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。他的一生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。同学们一起来读一下：自幼孤贫，一二。自幼孤贫，勤学苦读，及其起落，百折不挠，军中一犯，欺贼破胆，勤力勤政，政治革新，先忧后乐，兴起天下。范仲淹他在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，命运之神在他生命之初就为他安排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灾难。然后范仲淹他并没有向命运妥协，而是呢曾经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。什么意思啊？对，五年没有脱下衣服来躺在床上正儿八经的睡觉。他以超强的毅力忍饥受寒，博览群书，终于呢在26岁的时候考中进士。他希望啊通过改革来富国强民，然而呢他的仕途啊并不顺畅，宦海沉浮，几经遭贬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秉承着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。他曾经啊用自己的俸禄购置了千亩一田去救助贫困的族人，以至于自己死后啊生无以为脸，死无以为丧，就是说死后儿子都没有钱给他办丧事。那么他死后呢谥号为文正。同学们知道什么是谥号吗？他是指一些贵族，一些帝王啊，贵族啊，士大夫啊，还有一些大臣们死后根据这个人的生平事迹啊给予了一个封号。那么文正这个封号啊是世之极美，无以复加，它是文臣最高的封号。文就是道德博文，才华横溢。那么正呢就是正直正派，进贡其位。那么由此可见呢，这个范仲淹他的确是古人人啊，古人人当中的杰出代表。好，那么你认为呢，范仲淹想要通过这篇文章表达一种怎么样的思想感情？
看是男朋友想到了的。好，请这位女同学来说说看。我觉得就是作者嘛，他是借第五段的那个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就是来表达自己旷达的胸襟。嗯。然后还有那个第五段后面的那个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就是表达了作者的那个远大的政治抱负。哦，你觉得作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表达自己的一种？政治报复是吧？然后同时他就是借那个滕子京，借那个滕子京来为你，就是给人家。哎，第一课时我们了解了创作背景，是不是？他其实这篇文章他也有怎么样？就是勉励朋友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自勉勉人的。嗯，好，坐下。那么你是怎样理解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呢？这两句话可以算是全文的一个什么？主旨句是不是？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？哎，可以同桌交流一下，同桌交流一下，怎样理解这两句话？把你们交流的结果说说看。好，请那个女同学来说。以天下为己任，以利民为宗旨的济世情怀，就是这两句话怎么样？完整的回答问题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，以利民为宗旨的济世情怀。后天下之乐而乐，表现心怀天下的博大胸襟，吃苦在前，享后受在后的奉献精神。哦，吃苦在前，享乐在后的一种奉献精神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一下，作者是以什么而乐？以什么为乐？天下人都快乐了。天下人都快乐了之后，他才快乐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范仲淹他的快乐是建立在所有的人民快乐之后，是不是啊？是建立在所有人民快乐的基础上的。不比我们现在有些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是不是？非常好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女同学。我觉得他就是这句话，就那个说明了他就是以那个乐以天下，还有忧以天下，然后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嘛，跟他说的有点像。然后不论就是我觉得不论是那个自然界的，就是明暗或者那个自然界那还是环境的恶劣或什么的，都不能就是轻易的动摇自己心中的信念，要就是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就是坚定自己内心的信念，是不是？好，请坐下。还有吗？啊，那位同学。先忧后乐的思想源于那个儒家的那个仁爱思想，然后孟子曾有一句是先以天下，忧以天下，而然不亡者谓之有也的说法。然后呢，范仲淹进一步更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他就是要，也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，以天下为己任。嗯，这位同学提到了。就是孟子他有一个观念，就是什么？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，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么范仲淹他这种说法呢，也是怎么样，超越了古人，是不是？嗯。好，请坐下。好，那么这篇文章是怎样引出这个中心的呢？他是不是在一开篇就开宗明义点出这个中心呢？那他是怎样引出来的？这位女同学，先描写岳阳楼周围的景物，然后再描写梁冯的览物之情，嗯，然后再引出古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哦，也就是说他是先写了景，然后再抒了情，是不是？那么前面书写景抒情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下文做铺垫。为下文做铺垫，为引出这个中心怎么样？做铺垫。对，做铺垫。
非常好，请坐下。好，那么由此可见呢，第五段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一个什么全文的点睛之笔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现在同学们呢，根据提示来试背一下第五段，跟老师一起来，好不好？接福，准备好，接福，一二，接福于长求古仁人之心，或一二者之为，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前后他的感情是这段文字前后的感情是否一致呢？就是第五段啊，他前后的这个感情是不是一致的？你觉得第五段我们应该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读啊？应该读出什么感情？啊？哦，一种浩然正气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读的怎么样？慷慨激昂，是不是？那么是不是整段都慷慨激昂的？不是。嗯，最后一句是不是？最后一句啊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句，先理解一下意思。一微斯人，这个微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无水与归，这个归什么意思呢？归一，这是一个什么句？宾语。它是一个倒装句，是不是？这个宾语谁前置了？那么正确的语序应该怎么样？翻译的时候，无语谁归？理解一下这句话，一起来说好不好？啊，没有你、啊。没有这样的人，我与谁理当？这个一怎么理解？一，它是一个。一个感叹句，相当于我们现在什么？唉，是不是？唉，那么你觉得这句话应该读出怎么样的韵味？啊？哦，淡淡的忧伤，还有呢？感叹。淡淡的忧伤，感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他写这篇文章，他是怎么样？他写这篇文章给那个滕子京是？未免对，未免朋友，是不是？他也就是希望朋友能够能够振作起来，像古人人一样，是不是？你说希望朋友能够和自己一道。那么除了忧伤，还表达了作者的一种什么？一种我希望朋友也这样做，一种什么？鼓励，一种期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带着忧伤，淡淡的忧伤，还有一种期望，把最后一句话再来读一遍，好不好？一二，以为斯人，无谁与归。非常好。那么范仲淹他吃苦在前，享乐在后，时时处处的忧国忧民。这种人格力量呢，对于我们后人来说，既是一种教育，又是一种鞭策。古往今来，像这样的人物啊，数不胜数。你能够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吗？可以小组交流一下，小组交流一下啊。注意要举出具体的例子。大家注意哈，要组织好语言啊，把那个具体的做法说出来。好，停下啊，准备好的同学举手。啊，你知道古往今来还有哪些人也像范仲淹那样的心忧天下？好，这位女同学，你来说。窦子他就是那个什么？
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这首诗就是对跟他就是一种期盼的心情吧，就是像他一样那种人的希望，希望他们有一个宽敞的房子，而他自己却住在那个茅屋，就是先就是为别人着想嘛，奉献什么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杜甫他自己住着破旧的茅屋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？是想的是天下的人民，希望他们能有一间宽敞的大房子。嗯，所以这也是一种，很好。杜甫，还有吗？对，把这个具体的做法说出来。你说，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，那个中国人吸了外国人的鸦片，然后就是精神就是精神就不错，然后那个林则徐就想到中国人如果再这样吸鸦片下去的话，中国就可能会垮掉，所以说他就到了南方去缴获鸦片，并且在虎门这地方将鸦片销毁了。哦，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虎门销烟，是不是啊？他的目的也是什么？也是为了百姓，为了中国，是不是？很好。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好，那位男同学。还有那个人正是虎，则不食人非刀片的文天祥、说清楚。人正是虎，则不食人非刀片赵汉卿。文天祥他在南宋末期与那个与敌人对抗打仗嘛，然后被俘虏了，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，那个利诱下没有屈服，然后就英勇就义了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是吧？啊，文天祥，他也是心怀天下。好，坐下。他为自己的祖国，是不是？为自己的国家，为自己的人民，英勇就义。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举手说。还是这位男同学。大禹治水，那个就是大禹治水的时候，他先是他父亲死了，然后没用就被那个就被杀了。然后大禹他自己去治水的时候，他不是采用他自己父亲的那种堵，而是采用岛。然后就在他治水的过程中，他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，都因为那个救济天下百姓不被洪水所伤害，就没有进去，就专心投入在治水的那种工业。大禹三顾家门而不入，为了治水，是不是？那么他不爱自己的家人吗？爱。但是呢，他心里面想的怎么样？对，就是天下，就是百姓，是不是？所以大禹他也是这样的人，非常好。好，请坐下。老师这里也搜集了几个这样的例子。同学们看一下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一起来读一下，感受一下这些仁人们志士的心怀天下的胸襟。路漫漫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，屈原。将我孤臧无自哀，上思为我戍轮台。我们有句话说的叫做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同学们呢，课后就在本子上面积累至少五个忧国忧民之士的例子，把他们的具体做法写下来好不好？
刚才我们感悟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。那么他的品行无愧为哪个？无愧为他嗜好当中的正，是不是？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范仲淹的文采。你觉得本文在语言表达上，在遣词造句上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？同学们赏析一下，可以从修辞手法、词语运用和句式选用等角度来赏析。先找，然后再读，然后再品。找出这篇文章在语言上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。嗯，可以同桌交流一下，把你找到的跟同桌说说看。嗯，找到同学举手。好，这边女同学来，请你来。第二段。穿长江，浩浩汤汤，何无羁涯？张惠熙气象万千，运用了拟人和夸张手法，身高形象体现了洞庭湖的广阔无边，雄伟壮观，气势非凡。嗯，用了拟人和夸张的手法，是不是？嗯、哪里有拟人？闲和山，穿长江。哪两个词语啊？闲和吞，是不是？把那种洞庭湖的那种磅礴的气势表现出来了，嗯，而且语言怎么样？生动形象，嗯。好，请坐下。啊，这位同学他是从什么方面啊？修辞是不是啊？嗯、啊。好，还有没有？好，那位男同学。第4段吧。嗯，第4段。自若春风起，波尔不及上下天关，一碧万顷，万顷。一碧万顷，啊！朝霞起，起云悠悠，暗指天蓝，郁郁青青。这运用了对偶和比喻的这些手法，还有动静结合的，动静结合的这种写法是吧？嗯，哪里动哪里静，能不能具体的说？朝霞起，起云悠悠，暗指天蓝，郁郁青青。哦。这个景物既有动态的景物，又有静态的景物，动静结合。描写了月牙楼晴天的景象。同学们发现没有？刚才这位同学他读的那几个句子啊，给我们的感觉怎么样？啊？句式怎么样？整齐。哦，非常的整齐，是不是？句式很整齐，结构很工整，是不是？那么像这类句子呢，我们。它属于什么？对偶句，其实它属于骈句啊。这个对偶也是骈句的一种，但是呢，这个对偶啊，它在词性方面啊，在这个字数方面啊，它要求更严格。骈句呢，它要求啊，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格啊。这个骈句给我们感觉读起来怎么样？很顺口，朗朗上口，是不是啊？节奏很鲜明，是不是？嗯，好，坐下。这位同学他是从什么角度啊？哦，也从修辞上，还有句式上面，是不是用了骈句？嗯，还有吗？好，请你来说看。这个第4段，吴瓜月经近神经，他也用了那个比喻，还有对偶，然后还有那种借代修的说法。具体分析一下。就是。比喻就是浮光月经近成立嘛，把它进那个水里浸润的时候，比作一块玉盘样的。嗯，把静静的月影比作碧玉，是不是？嗯，啊，这是比喻。然后动静结合就是浮光月经就是动，然后静成立就是静它。嗯，刚才你说的还有借代，这两句有借代吗？有没有？借代是指什么呀？用身体的一部分来代替整体，是不是？这里有没有？
没有，哪句有接待？杀欧祥齐，锦鳞有允。对，杀欧祥齐，锦鳞有允，哪个词呀？锦鳞的锦鳞。锦鳞是不是？对，嗯。啊，还有第二章叫那个千客骚人，都会一次然物之情，得无一物，这是个过度举承上启下。哦，过度承上启下是不是？非常好。啊，这位同学回答得很好哈、啊，还有吗？他不但从修辞手法上面，啊，而且呢，他从这个句子的作用啊，结构上的作用，还有没有？啊，这里老师呢要提醒大家哈，综合大家刚才所说的哈，其实这篇文章它在语言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呀？骈散结合语言生动，是不是啊？骈散结合就既有骈句又有散句，是不是？那么骈散结合让我们读起来显得语言怎么样啊？朗朗上口，节奏鲜明，而且呢富有层次感，富有变化，是不是？这篇文章它把叙事描写继续抒情和议论结合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而且在句式上面呢，骈散结合，赋予变化，读起来呢铿锵流畅，给人以美的享受，这也是我们这篇文章的魅力所在。由此可见，范仲淹他才华横溢，而且呢品德高尚，难怪后人尊称他为范文正公。那么经过我们两个课时的学习之后啊，你有哪些收获？回顾一下我们两个课时的学习，嗯，你收获了什么？好，那边男同学的说。哦，收获了，人要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要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哦，你的收获是从哪方面来谈的？思想。哦，从思想上是不是？嗯，从思想上有收获，非常好。还有在朗读上也有收获，让我们更能的把这篇文章的感情给读出来，读得更有感情。啊，用什么方法来使朗读更有感情呢？品味文章的生感。哦，就是说要理解，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，是不是？然后语速怎么样？缓慢一点。嗯，在朗读上有收获，在思想上有收获，还有谁在什么方面有收获的呢？好，请你说。在文章结构上，他本文用了陈澄波调、环环相扣、层次分明、条理清晰，用了多种修辞手法，生动的、形象的描写了鸳鸯楼的座位景色。哦，你是从写法上是不是？结构写法上有收获，回答得很好，请坐下。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嗯，好，请你说。就是我也是从那个思想上来说。就是第五段的那个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做人要就是比较要拥有放达的胸襟，就不能像某些人就是小肚鸡肠那种。然后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就是我明白了，就是做人那个不能因为就是。哦，不能就是不能钻，就是不能一直想自己拥有多少什么。我不能想着自己拥有多少，而要想着自己能够为他人做出多少，是不是？哎，非常好，这位同学他从为人处事上面也颇有收获，是吧？还有吗？啊，那位同学还有。也是为人处事上面的，就是人。有时也虽然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是人的最高境界，但人有时也可以有喜悲，以物喜，以己悲。因为在天灾人祸的面前，许多人
破人王，大破人王，树离子散，妻离子散。在这种现象面前，我们可以悲伤，但这种悲伤只是暂时的，不能长久下去。悲伤过后，我们还是要振作起来，重新生活。也就是说，可以以物喜一己悲，但是呢，我们必须得怎么样？要振作起来，是吧？要把握住自己，要以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生活？积极乐观。对，很好哈。那么，请坐下。本文题为《岳阳楼记》，但是作者呢，并没有详细的介绍岳阳楼，而是借题发挥，谈了自己的抱负。那么，我们可以呀，用一副对联来概括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一起来把这副对联读一下。一、二。四面无山归眼底，万家忧乐到心头。其实范仲淹的先忧后乐，并不只是自勉勉人，更是对我们后人的一种鞭策教育。那么，我们就以范仲淹为榜样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努力做到什么？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同学们都能够成为心忧天下的栋梁之才。好，那我们唱歌上来这里。